大家好，我是阿运，我是带你走遍上海大街小巷的阿运。今天我来到了闵行区七宝老街古镇这里啊。现在我在南大街入口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运。七宝老街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古镇的新街青年路旁，汉起形成，到宋代发展，明清繁盛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了。七宝老街分为南北两大街，南大街以特色小吃为主，北大街以旅游工艺品、古玩、字画为主，整条街有古色古香的建筑。其中南大街小吃真的很多，各种各样的小吃真的是吃货的天堂。七宝古镇中跨越普惠堂的四桥，俗称七宝堂桥，始建于明正德13年1518年，清同治3年1864年重修。堂桥上下自古以来是古镇的集市中心，七宝古镇同属江南太湖流域的千年古镇，风景如画，典型的城中之镇，也是离市区最近的古镇。作为历史上的松军重镇，七宝古镇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。晚上的古镇真的很美，月色、小桥、流水、古镇亭台楼阁、湖畔夜色，美哉悠哉，似乎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。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广告词：10年上海看浦东，100年上海看外滩，1000年上海看七宝。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，隐藏着这样一座千年古镇，它就是七宝古镇。我是阿运，带你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想问一下大家，七宝古镇和朱家角你们更喜欢哪个地方？欢迎大家在视频评论区下方留言。